你也掌声个甜的，不爱板啊啦，受不了。啊，那我可能听到一些人掌声鼓励，还大声来哦，向前看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手放，手插，手放，有没有下雨？会不会害怕？哇，你们真的很棒，给自己拍拍手。哇，真的快乐的孩子最需要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紧接着不拖时间了，我们就请我们的教育督导吴老师为我们的小朋友讲开幕致辞。好，各位家长，各位小朋友，各位老师，大家好。好，谢谢这么一次的活动。